这是单纯的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不是单纯的一个请求，而是单纯的一个请求。谢景天师，单纯的一个请求，不是单纯的一个请求。在下这方有礼了。景天师，哎，你我同为穴道之人，又同为燕王殿下效力，单先生眼睛不便，就不要多礼了。谢景天师。 景天师这是要去拜见燕王殿下。殿下受诞，特命弟子备了一些薄礼，仅为殿下喝。真是有劳天师了。哪里哪里，殿下向来对我等修道之人礼敬有加，又为一国师之重任，此等知遇之恩，我虚空仅便是粉身碎骨，也难报岂止万一呀。 区区薄礼，何足挂齿啊！所谓英雄逢时势，时势造英雄。我等生而逢时，得遇明主，乃是天下至幸之事。今后同朝为官，单先生可是要不吝赐教于我呀。谨遵天师所言，天师请。 跳梁小丑，幕后而观；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？早晚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生而逢时，天下幸事。 哟，你醒了？我昏迷多久了？其实也没多久啊，你恢复的还挺快的。这是哪里？可能是祭坛底下吧。不过真没想到，居然有这么大的空间，而且我发现那边有个通道，不知道通向哪儿。嗯。 就是这样喽。住手！你不能总躺在这里吧？我得带你去医治才行。真仙，有毒，你受不了的。说不定我天赋异禀，骨骼惊奇。 不会有事的，别试，没可能的，没人能够抵抗真血之毒。
没用的。有人尝试过吗？治疗你的阵血？你可听说过药王孙良愚？家里老一辈提起过，好像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名医啊。他一生悬壶济世，救人无数，他发誓要治好我的阵血。然而即便是他，最终也熬不过这阵毒的戾气，丧命于此。这位药王，他就是我的母亲。像我这种人是不可能与人正常相处的，不要再靠我太近了。瑶瑶，你要干什么？等等，都将你变成九字卷遇水不侵，烽火不燃，总没什么问题了吧？但是这好难受。啰嗦，小心我把你扔下去。说起来，方才那两个孩子究竟什么来历啊？他们是福林夫人的遗子，想来也继承了一些天赋。福林夫人原也是名震京华的取药师，不过时隔30年，你这一辈没听说过也是应该的。这样啊，那他刚刚说的什么苗音师究竟是指什么？苗音师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医生，你看，这么大的门，应该很重吧？不知道推不推得开。医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医兄，哎，你快来看，这是好大一把剑啊！叶兄，叶兄，叶兄，你在看什么？这里画的人是谁啊？御赐赵统苗岩十二钦差。赵统苗岩十二钦差，当真是他们？不可能，怎么会留下来？叶兄，你怎么了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你认识这些人？快，瑶瑶，扶我过去。这座祭坛不就是昨天晚上的？没错，而我们所在的这座大殿，昨天晚上应该是一座废墟才对。真的假的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要说是假的话，这触感也太真实了吧。若说是障眼法，我这么多年可就白混了。不是幻觉，但是
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明明已经消失绝迹的苗隐一脉为何会在这个地方。哎呀，燕公子已经先到了吗？你是？家丁未曾来报，许是又偷懒了。怠慢贵客，福临回去定会好好责罚他。燕公子远道而来参拜那位大人，足见赤诚之心。福临在此谢过。喂，哪位大人？这位小先生是……那个。是燕某之礼。燕公子受伤了，福临即刻变换医者。两位请随我来。哇，这么看起来这破地方原来这么壮观。他管你叫燕公子，还说等着你，莫非他认识你？我幼时随父亲见过福临夫人一次，不过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我才5岁，他应该不认识我才对。而且20年前他保养得也太好了吧，一点都不像有两个那么大的孩子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夫人，大夫已到，进来吧。在下为大人诊治。燕某体质不比常人，恐累及诸位。燕公子请放心，我家公子既有意与燕家联盟，这点准备总是有的。日前报过有心研究过阵族的大夫请留下，其他人暂请回吧。此事毕竟凶险，还是燕公子不必多虑，老夫此番前来当然有把握自保，但是何况能为苗吟师略尽绵薄之力已是无上荣幸，必当义无反顾。大人请好生休养，我等先行告退。我等生而逢时，天下幸事。来了来了，公子万福，是方才有人送来一封信，要转送给燕先生。哦，是什么人送过来的？是一位少女，年纪大约和我相仿，提着一盏漂亮的灯笼，赤脚，系着铃铛。哦，好的，多谢。奴婢告退。奇怪，白纸一张，什么东西都没写。哎，大夫不是叫你好好躺着吗？你爬起来干嘛？先不管那个，把信给我看一下。哦，不知道谁寄的，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。不，我大概知道对方想告诉我什么了。啊？燕锦慈，这是我父亲的名字。Thank you.
这位小先生可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是在叫我？如果没看错，小先生是从福林夫人的府上出来的，莫非也是福林夫人的贵人吗？啊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只不过暂住在夫人府上做客。屈腰一事凶险万分，小先生小小年纪就要为我们冒此等凶险，老身惭愧呀。您怎么知道我是驱妖师啊？坊间邻里太平，多亏了诸位操劳。这是自家才蒸好的糯米桂花糕，可不要嫌弃呀。 谢谢。食物，哇，看起来就好好吃。这位小先生是福林夫人请来的苗医师吧？可不是，苗医师中竟还有这样年轻的呢。可真是辛苦您了，如蒙不弃，请尝尝小店的赤豆元宵。虽然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有吃的真的太好了，谢谢你们啊！听说是苗医师呢，早就想找个机会搭讪苗医师了。等等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些是我家祖传的银器，请不要嫌弃，快快拿着。请务必收下这筐苹果。小子家徒四壁，只剩这一头黄牛相依为命，就让他跟着小先生吧。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等生而逢时，天下幸事。那位清点一下。好，这个给你。放这行吗？行，慢点啊。好，直接放这边吧。小梁。过来帮忙。哎，来了。这些都清点好了吧？是的，夫人。还有吗？那就先把礼单拿去管家那里抄录一份。是。好，来，好，帮我一下。相国公和太尉府上的贵客约莫快到了，这个去让芦苇早些出门候着。好的，夫人。芳芬，你去替一下艾草，他明要看着现实，怕忙不过来。好的。这还有一箱。夫人喝口茶休息一下吧。明晚就是祭典了，最后关头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。这边也清扫一下。哎，好。这边呢？这边擦不擦？你小心点，别打碎了。好，我来。原来我擦过饿了吗？你怕我做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人。你，我看你挺面生的，不是本地人吧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。我叫格雷。格雷，好名字。你我也算有缘，我记住你了。若是没有去处，就来这里暂住吧。我终于有见到你了。
一地残花看着，一出戏一缕歌，一场走马观火，一夕起一朝落，一细雨浇斜说，一身柔一不错，一梦愁断离落，苦帆沉舟破，兴衰起忧我，管他是为何非为何，笑谈那红与过，休弃君子身，只凭佳与过，敢问天地何苍生，何妙一幅百合。二十年了，人们早就忘记了，忘记了荣耀，忘记了尊重，忘记了誓言，忘记了恩情，忘记了文化，忘记了背叛。但是我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您伟大的志向，不会忘记您对我的重托，不会忘记世人对我们做了什么。为苏大人，